天气，大家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最后一段的节目呢，也是最精彩的，欢迎你们留下来。对啊，谢谢大家从今天中午一直到现在的参与，再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。耶！大家都超级棒的。那还记得吗？今天呢是一支麦克风跟桃园的星星国跟冒险王主办的活动，所以呢今天的小小主人是不是星星国跟冒险王的小朋友呢？还记得他们过程中有带来很多很精彩的带动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今天晚上节目最后一 part 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就要一起来暖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邀请全部的小朋友、大朋友都请你们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，一起来唱唱跳跳，一起来唱唱跳跳，而且是唱我们最应景的歌曲《圣诞歌曲》哦。好，预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桃园星星国跟冒险王的舞团上台，欢迎他们。让给所有的娇气的小朋友一个最大的掌声。这时候邀请大家可以用我们的手机，用我们相机把它记录起来，可以分享到网站上面，并且 hashtag @今天的活动，标记给你的朋友分享。
家圣诞节快乐！耶！哇，好活泼的今天最后节目的开场啊，好温馨哦，好律动的一个开场。对，大家知道吗？非常欢迎圣诞王迎来今天我们最棒的嘉宾来到现场，是谁呢？通常你们可能比较多在本土聚会听到他们的名字，太期待了呀！今天我们其实来。